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每周车闻播报，我是小米。前一段时间呢，中国式的过马路被普遍的吐槽，但是前几天呢，我们发现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不得不这样做。你比方说就是出口设在主路上的地下通道，然后当你要进入辅路的时候，只有横道线，没有信号灯，所以说只能够凑齐一波人一块儿过去。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你比方说超短时间的这种信号灯啊等等，我们今天就一块儿来吐槽一下吧。好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周的车闻都有什么呢。5月11日，期待已久的北汽绅宝在北京正式上市。该车基于萨博95平台，售价区间在13.98到21.58万元。该款车在外观和内饰上做了重新设计。民用版车型有 2.0T 和 2.3T 两款发动机，政府采购版则是 1.8T 发动机，配备了5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全新一代奔驰 S 级轿车于当地时间5月15日在德国汉堡进行首发。这是 S 级的第十代车型，首先推出的是标准轴距和长轴距版本，未来还将推出酷配敞篷等多种车型。新车将搭载 3.0 升 V6 柴油发动机、4.7 升 V8 汽油发动机、3.5 升 V6 汽油的混合动力系统，全部配备7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上海大众朗行将于6月29日上市，该车型是朗逸的两厢版本，将推出 1.4T 和 1.6 两个排量，预计售价10万元起。标致5月14日发布了新一代家用车308的官方图片，新车被视为法国车厂提升品牌和价值的重要举措。该款车型的竞争对手锁定福克斯和高尔夫，外观内饰有了全新的变化。东风汽车和福气集团将于5月16日上午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东风汽车可能将收购福气集团超过40%的股权，暂不涉及福气集团下属东南汽车、福建戴姆勒等子公司的业务整合。大众欲同一汽联合开发低价品牌，最终可能衍生出多款车型，新品牌的车型售价可能在4到8万元之间，同通用汽车宝骏等合资自主品牌以及本土自主品牌竞争。5月15日，全球镁业龙头企业银光镁业集团在北京发布了他们的量产断镁轮毂，该轮毂号称全球量产轮毂中质量最轻，断镁轮毂已经在汽车赛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有着出色的表现，现在它已经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标志性配置。月初的时候广渠门又出事了，这一次是两死一伤的悲剧。那我们也会觉得，哎，好好的就在车里面这样坐着，没招谁没惹谁，想想都觉得很可怕。前不久北京广渠门的那起持刀伤人事故让所有的司机都大惊失色。据目击者称，行凶男子在路边拿着刀见车就劫持，并用刀往车上砍，见有车窗户打开就拿刀捅人，警察与其搏斗足足半个小时才将他从车内制服。不仅仅是在北京，近期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于我们广大司机，在行驶的路上应当主动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预防此类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第一，在上车前留心观察四周围有无可疑的人，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上车。第二，上车后及时将车门落锁，以防止在行驶过程中车门被随意打开，既能够防止持刀行凶，也能够防止半路抢劫。第三，驾驶时不要随意搭载陌生人，在不知根不知底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动很有可能为自己招来祸端。第四，行驶过程中汽车车窗不要完全敞开，在大部分案例中，路边持刀行凶的人大多是以车窗大开的车辆作为犯罪目标，而且露在车窗以上的部位都是心肺咽喉等致命的地方，极容易有生命危险。第五，如路遇他人对自己车辆疯狂攻击的情况，不要立即下车与其理论，这样的人危险性极高，以免对自己造成人身伤害。第六，停车后确定周围安全后再下车，以免有人趁刚下车时司机没有站稳进行犯罪。
当今社会，人们生活压力大，有很多人不堪重负，因为各种原因心起歹念，持刀在街头行凶。司机跟行人不一样，在车内局限性很大，又有安全带束缚，遇到这种情况不能够及时躲闪和避开犯罪分子的攻击，受伤的几率大大增加，而被害者往往都是身中数刀。路上的行人车辆川流不息，没有人知道哪个是罪犯。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采取预防措施，当事情发生后，开车的司机就只能是待宰的羔羊了。还希望广大车主在今后的行驶过程中多加注意。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人这么说，去年广渠门告诉我们在车上要带着锤子，那今年广渠门告诉我们开车还要带着盾牌。去年广渠门告诉我们说，如果锁车的话在车上会被淹死，今年广渠门又告诉我们，如果不锁车的话那会被捅死。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防范的办法，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回击的能力。我记得去年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砸玻璃的测试当中，有一位大哥他就赤脚就把前风挡的玻璃给踹碎了，所以说全民健身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吧。那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精彩视频推荐都有什么吧。Seven Talladega races, a pile up in the last eight laps. Look at Ryan Newman's wrecked race car and restrictor plate finish, and Danica Patrick both torn up. Of him, I think that somebody was Kurt Busch. Let's watch from the Goodyear blimp and see how this unfolds. Watch Kurt Busch, the black car on the bottom. I think it starts up on the outside here. Let's see, right in here somewhere. That's Regan Smith in the middle and Yaley up top.Right here, the 51 car, Owen Stenhouse, squeezes to the outside. And that's Yaley in the 36. And that shoved Yaley down. And look at that 78 car upside down and then lands on top of Ryan Newman's 39 car. Bobby Labonte involved. So it was Stenhouse, the rookie, trying to go four wide on the outside, running out of room.With his number 17. Yeah, and running out of time. I mean, he's, you know, desperate. And you see the 36 move down just a little bit. And Yaley and Stenhouse thought he could squeeze by on next to the wall, and he just couldn't make it. And this kid's ugly. Watch his thing. Right on top of Ryan Newman. Hadn't Ryan Newman had cars on top of him before here? I think the 2009 race. I think you're right.Brad Keselowski and Carl Edwards coming to the checkered flag. Boyer's 15 comes up, clogs the track. Both Labonte brothers involved. Stremme, Jamie McMurray. Those smaller teams on the way to a good finish here. Jeff Gordon sliding down through the mud. Now watch the 36. The red and white car comes up just a little bit. And that contact with Stenhouse was enough. Then he comes down into Ambrose, and it's on. Dale Earnhardt Jr. in that 88 just squeezed by.There's Danica. She almost went over. You see Danica up and against the wall with Terry Labonte. Michael Waltrip in the 55 just barely squeezed by. Let's ride with Danica. Oh, she's there!
phone. Paul, are you calling? He's calling. Oh my God.最后，我们要来公布上一期网友的获奖名单了。我们在评论当中也看到了，有同学在问怎么参与。其实你就是参与爱分享环节，把评论直接写下就可以了。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期获奖的这位网友，谢谢你参与我们的评论。好吧，那本期的全国报就是这样啦，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